四哥，四哥，我四哥要去米梦家拿东西。Hello， 我四哥要去米梦家拿东西，拿好东西玩。晚上好啊，家人们啊，晚上好啊，待会儿点点亮啊，替咱直播间涨涨人气啊，家人们，哎，替三兄弟直播间呀，再给涨涨人气啥的，点点亮。四哥，三兄弟他们出去了。一会儿他们换一下子，家人们啊！一会儿老四也出去，老大和老四也出去，他俩一会儿换一下子。嗯，哎呀，今晚玩什么游戏呢？啊？哎，狗困了才开播，都困了才开播，没有家人们，没有，没困。咱家不每天都这个点直播吗？这虽然又晚了，家人们啊，今天九点半开播。咱还得回归到九点半呢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咱们家还得回归到九点半呀。啊，三兄弟晚上开播，我拍段子，家人们，这段子不好拍，知道不，家人们？那段子老难拍了，现在。啊，还得不能跟原先段子一样的不爱上热门，知道吗？播太晚了，哎，我每天晚上都想研究新东西，研究新段子，知道吧？每天晚上都想研究新段子，每天晚上都研究不出来，啊，白天也研究，天天都研究啊。有的时候研究这个段子，我都想躺着睡着了，知道吧？真的，有的时候研究这个段子，躺着就睡着了。迷糊呢，迷糊出去了，迷糊出去一会儿马上回来，小迷糊马上回来啊！今天段子娘俩真有意思，感谢大家伙啊，感谢大家伙过来看我们家。今天我四哥是主角，咱们说咱今天拍那个段子谁是主角？三位是主角还是老四是主角？今天晚上咱那个段子啊，这个搞笑这个段子，这个圈怎么坏了呢？我不知道是小坏的，不知道是小坏的，我估计啊。没准是让 Seven 给咬坏的啊！这个圈其实老结实了，正常咬不坏这圈，正常咬不坏这个圈，可结实了。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整的这圈啊，玩了多长时间没咬坏哈？玩了多长时间哈 ？Seven 是配角，我以为你不播了呢。我都该睡觉了，只为你停留。哎呀，家人们，你们这么一说，我三兄弟晚上不想播了，我寻思明天晚上播吧。我寻思明天晚上不行，咱明天晚上是不是？明天晚上咱早点播吧。今天就这么地了，是不是？啊？就咱明天晚上播吧，明天晚上九点半直播。嗯，行不行？感觉如何，家人们？啊，感觉如何？我这个想法，啊，播都播了，我明天一定要九点半开始直播，啊，我一定要九点半开始直播，八点播多好，八点播没有人，八点播大主播太多了，家人们，有很多主播分流了，直播间没有人，知道吧？我那个点直播你们都看不着，我就看不着推送，知道吧？晚上的时候有推送，哎，我白天直播都给你们没有推送，知道家人们啊？播，你这个想法不现实。我正常我白天直播，家人们，你看我白天直播，包括下午直播都没有人，因为那个点吧，有很多大主播、电商正在直播，知道吗？他们买流量，他们一买流量嘛，家人们，你们就看不着我。
知道吧，因为他们上热门给你们推送，知道吧，一给你们推送之后，这帮小主播家人们就看不着啊，类似三兄弟这种小主播你们就看不见啊，看不着推送，也不给推送啊，晚上的时候还行，晚上有推送。今晚没有推送吗？明儿呢？明儿出去了，小明一会儿回来啊，咱趁这个时候再想想玩什么游戏吧。趁这个时候再想想玩什么游戏。想想玩什么游戏。逃脱。玩一个逃脱的游戏，把狗困起来，家人们。啊，咱把狗狗困起来啊，看他能不能逃脱，能不能。看哪个狗聪明，把腿四条腿绑上。四条腿绑上不行吗？迷糊他们干啥去？迷糊出去上厕所了，迷糊上厕所了，家人们，感谢读你姐姐，欢迎读你姐姐啊！老鹰捉小鸡儿，谁当老鹰？老鹰捉小鸡儿，谁当老鹰？看你跳出来，看你跳出来就来了，欢迎啊，欢迎大家伙儿，演示一下今天的段子吧。这个点子不好，这个点子不好，比吃东西，绑两条腿吧，绑两条腿不行。哎，绑什么呢？我当老鹰，谁当小鸡？谁当鸡妈妈？谁当鸡妈妈？咱昨天晚上是蒙眼睛找零食。咱今晚不能再玩蒙眼睛找零食了吧，是不是？今天晚上不能再玩蒙眼睛找零食了吧，啊，要把谁绑起来吧，行不行？把腿捆上他，给他绑架他，行不行？让三文去救，好不好？啊，咱让三文去救。给我绑起来呀，你给我绑起来，没有谁，没人拿手机呀。我也想绑我，我也想把我自己绑起来，但是没人给我拿手机，家人们，你们就看不着了，没有意思。三会救，等会儿啊，我放明儿出来，家人们啊，我放明儿回来了啊，咱们明儿该回来了啊，家人们啊，来点点亮。小明儿回家，小明儿出去了，家人们，小明儿出去了，让小明儿回家啊！我把吃下吃这块儿，让我手机吃下吃这块儿。来，过来，来，小飞，走。
小迷糊呢？我迷糊家里有什么迷糊？晚上好，家人们啊，晚上好。哎，那个圈是不是老四拿出去了？刚才老四是不是拿出一个圈儿？是不是？被老四拿走一个圈儿？小明又拿到家里了圈儿，小明又把圈拿家了。迷糊，迷糊，你瞅瞅你家里头啥都有，迷糊，你看看，小明，你瞅瞅你家里头啥都有，圈儿。啊，盆儿、罐瓢盆啥都有。啊，没拿，在那儿呢，在那儿，圈在那儿呢，没拿出去。我以为拿出去了呢，我以为圈拿出去了呢。哎，那个圈咬坏了，那个圈不知道谁咬坏的。你说他俩谁能厉害？家人，这斧牛他俩谁能抢着？谁能抢走？斧牛肯定，小牛肯定会抢走一个圈儿，小牛肯定会抢走一个圈儿，行不行？他肯定会抢跑一个，抢到哪个？小明废品收购站啊，小明是废品收购站，小明肯定还会把这个圈拿回家，又弄家去了。小明拿家里几个圈了？迷糊，我看看去，我看看你家有几个圈。看着啊，完了，小明又逮一个。就得一个圈儿，小牛咬一个圈儿丢一个圈儿，咬一个圈儿丢一个圈儿。小牛说：“嗯，我那个圈儿呢？啊，我那个圈儿呢？你是我最苦涩的等待。”拿一个丢一个。其实这么看他们玩也挺有意思啊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也不做游戏，就看他们自己在这玩，自己玩自己的，啊，也挺有意思。玩完吃饭，是不是？啊，迷糊真贪心。你看小明偷圈啊，小明这圈他还会拿回家。老大放出去干嘛？老大放出去上厕所去了，他们放出去上外面尿尿去了。我们那家没下雪，没有。看，我这偷走了啊！我这趁他们不注意，赶紧把圈拿走啊！哎，好，小明趁不注意，趁他们几个不注意乱中啊，这叫探囊取物啊，小迷糊。是一楼吗？不是一楼。完了就丢一个圈吧，迷糊，又丢一个圈吧。哎呀，你看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迷糊，这不起飞了吗？你来配音挺好的。
你就配个音挺好啊，来，我给你配个音啊。哎呀妈呀，我终于整个圈了，迷糊，终于拿回家了圈。哎呀，这圈怎么还会跑呢？这圈啊，我看，你看我怎么把圈全都给你们没收的？你又说，你看着我把圈先放回家再说，别嘚瑟啊，你们几个别嘚瑟啊，这圈一会儿还得拿回家。啊，小明说，一会儿这圈我还你们还给你们走回去，啊，让你们嘚瑟啊，我让你们一个圈玩不着。哎，我放这个家，哇，我分散投资，我这个家放一个，那个家放一个，我看你们谁整。啊，小明拿回家了啊。小明拿回家了，拿个大别墅了，小明啊，啊，明知道划了东西，分散投资了，这回把这个圈放那个别墅了，小明啊，自己开门，小明会自己开，对，小明会自己开，厉害。我看你那个家，我上那个家，你又上那个家。哎，我上那个家！哎呀，这个拿走了，明白？明白就拿走了啊！哎呀，这有个圈吗？这不是？哎，我是那里的那个圈，怎么拿这个圈？我拿这个圈，明白？我上家拿圈了，明白啊？明白？哟，这谁的圈啊？啊？这谁的圈？这个谁的圈？哎，这个呢？这谁家？两边有小迷糊，别整那迷糊了，迷糊已经很迷糊了，挺糊涂了。等我四哥回来啊，家人们啊，我就放四哥去。四哥在外待多长时间？10分钟了吗？四哥在外10分钟了啊，来。咱们欢迎我四哥回来啊，家人们。比谁吃得快吧，行不行？今天玩咱们玩这个比谁吃得快吧，行不行？家们俩一伙，我数一二三，看谁吃东西吃得快啊，看谁吃东西吃得快，我往地下摆小馒头或者牛粒之类的，有小馒头好像我知道。那咱们得玩点啥，不玩没有意思，是不是家人们？最后胜利的啊，家人们，今天最后胜利咱们奖励鸡腿吃，行不行？谁胜利奖励鸡腿吃，最后一名奖励个馒头啊，后两名奖励馒头啊，等会儿看一下子家人们啊，然后中间三名奖励罐头，第一名奖励鸡腿，第二名罐头，第三名罐头，第四名罐头，第五名馒头，第六名馒头，第六名吃馒头啊！这个奖品不错啊！我看
家人们，到时候咱直播间不要带节奏啊，家人们啊，咱直播间里头不要带节奏啊，谁吃鸡腿了啊？那是人自己得的，快上了，福利来。谁吃鸡腿了？那纯自己得的啊！咱们别生气，别急眼，行，家人们啊，别生气，别急眼啊！开始吧 ，OK， 马上开始啊！渴了，他们几个渴了，喝水，喝水，让喝水啊！嗯，伏牛第一不一定啊，我感觉四哥应该第一，我觉得四哥应该能第一家。家人们，你们是咱们，你说咱是三局两胜制，还是直接淘汰赛？同学们，三局两胜制还是直接淘汰赛？啊？上人了啊！上人了，上人了，家人们啊！下方小黄车有需要啥的话，大伙拍一单，感谢支持，家人们啊！都是三局两胜 ，OK， 三局两胜啊！直接淘汰得了，是不是？直接淘汰呀！啊，三局两胜也行，家人们，三局两胜也可以啊！咱们三局两胜嘛，俩俩一伙，家人们，你说家人们，你说这个俩俩一伙，咱是随机？还是咱自己给他搭配，如果随机的话，家人们那就摸，那就是什么摸抓阄，知道吧？如果是随机的话，就抓阄，家人们。抽签儿，行啊，家人们啊，抽签儿来，非常简单啊，好。抽签非常简单，家人们啊，来，我写上呢，我写上呢。嗯，老大、老四、seven、十六啊，虎妞是 H 啊，迷惑 M 啊，直接这么写。啊，我抓阄，家们啊，我抓阄。查理王，他老爷，你们那里是不是下雪？没下雪呀？我们这里没下雪啊，家人们。没有，没下雪，没下雪啊，没下雪。啊。抓阄，家们啊，抓阄啊。加了一伙，加盟啊，加了一伙 ,7,SV,7。咱玩个公平点的，咱要玩公平点的啊，绝对是抓阄了，行吗？绝对是抓阄啊。看着我这几个，我这几个谁也不知道是谁啊，我四哥来了。今天咱们奖励鸡腿吃啊。今天咱们奖励鸡腿吃啊，看谁想吃鸡腿，谁赢了谁吃鸡腿啊，今天谁赢谁吃鸡腿啊，看不着啊，谁赢谁吃鸡腿啊，谁赢谁吃鸡腿啊，这我不想给他们吃的鸡腿啊，我不想给他们吃这玩意儿，因为这里面有盐，知道吗，家人们啊，里头有盐，不想给他们吃，嗯，让他抓下阄。先抓一揪，家人们，这个我这完全不知道谁是谁啊，家人们啊，完全不知道谁是谁，我现在我抓揪啊，好，然后他俩 OK， 俩俩一伙，家人们，咱现在咱也不那啥，咱也不揭晓，家人们，咱这一个一个的，行不行？咱这一个，咱不揭晓啊。然后呢，家人们，咱打开一个啊，咱打开看这是谁，看这位是谁啊？谁先来？这位是谁？让谁先来啊？其他狗全关起来啊！现在谁也不调啊，家人们，不调啊，一点点揭晓，行吗？一点揭晓。第一位 ，seven， 家人们啊，也不行 ，seven。
他必须俩俩玩啊，三要和谁玩呢？三要和谁玩呢？我看一下子。M，M 是谁？十六，H 迷糊，M 迷糊，迷糊啊啊！赛文和迷糊一伙儿，咱们赛文和迷糊一伙儿竟然啊！自己写的不知道是谁，怪他在不不知道了，咋怪来怪来，三和迷糊一伙儿淘汰谁我都不高兴啊，他们二位淘汰谁我都心疼啊，家们，一个是三万一个是迷糊，他淘汰谁我都心疼啊，老大老师了接，老大老师接，福建十六，福建十六来，十六怪来怪来，十六正好两只互食能手，那真是淘汰谁我都心疼啊，家们，真的。再拿来，再拿，咱玩游戏，再来玩游戏，脱了，再拿脱。啊！好，欢迎大家伙儿，咱家这个蜂蜜，家们啊，第一号链接蜂蜜47.5块两斤蜂蜜啊。非常好的蜂蜜啊，47.5块两斤蜂蜜。有想买蜂蜜的好朋友，待会儿可以拍的啊。咱们俩俩一伙儿，家们啊，俩俩一伙儿，我多了不放，我就放十个零食啊，我就放十个零食，家们。好，来，让他俩做好准备啊，家们，咱这游戏老好玩了啊，老好玩了，家们啊，你看啊，我以前总玩这游戏，啊，家们，我总带口玩这游戏，特别好玩。咱们看一下吧啊，看谁吃的快。咱们啊，我整两排零食，看谁吃的快。来坐好了，来，再来，再坐，再坐，来，再来，再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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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再坐这儿，坐，坐，一会儿来，一会儿坐，一会儿坐来，一会儿来，坐下，一会儿坐，好，不坐。我一下就放十个零食啊，不坐。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一二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啊，加油啊！一共十个，这个十个啊，那是不是十个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家们正好十个零食，正好十个零食，家们啊，看他们俩谁先完成这个比赛，家们啊，谁先完成啊，家们啊，没有回放啊，不许动，名字好啊，来，我跟我喊了三遍，一块吃啊，家们说谁能赢？我感觉三遍肯定赢啊。一、二、三，吃完这一排，咱们吃完这一排不能落下，咱们后面落一个，咱后面，咱们，后面落一个，咱们，这把他妈咋算啊？这把咋算？三万溜号了，三万刚才溜号了，家人们，咱这个规矩是谁先吃完他们自己的那一排啊算赢啊，如果狗狗替对方吃了就对方赢啊，家人们，谁的那一排零食先吃没啊谁就赢，咱快来，这把不算，家人们啊，这把不算，这把我来看应该一块吃没的，来，这样他一块吃没了，家人们，就后边。
走嘞，不知道三娃，你好好的三娃，你还等啥呢？啊？那怎么还能落一个呢？啊，三娃？加油啊！来，三文加油啊！最后一把啊！离远点，他俩离远点，他俩离远点，你们就看不着了，家人们知道吧？他俩离太远，你们就看不着，这种是最好的，知道吧？预备，一、二、三，三文，你后面落了一个！哎呦我妈，干哈呢，三文呢？你后面落了一个，三文。迷糊赢了啊，家人们，这把是迷糊赢了啊，这把是小迷糊赢了，家人们。面是三文快，是三文快，但是三这家人们，你要比三文快，咱是比三文快还是比谁先吃煤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咱是看谁先吃煤啊，明显是三文那牌是后煤的，三文最第一个他第一个他就落一个，三文第一个他就落一个。对，肯定是比吃煤呀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就跟百米赛跑似的，你得跑完呢，对不对？你并不是说你起跑快你就算谁赢，你是看谁跑完算谁赢啊。总是落一个，上把也是落一个，这把是落一个，家人们，我说迷糊赢没毛病吧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，家人们？迷糊赢没毛病吗？三人是不是被淘汰了？是的话你们打试，家人们。欢迎亲家啊，一号麦啊。欢迎亲姐，给我亲姐点点关注，家人们，妥妥先生啊，至高无上的榜一啊，喜欢看老四的家人们啊，老四的爸爸在一号麦，待会儿可以点点关注啊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对吧？所以家人们啊，三元这把的确是输了，家人们，他的确输了啊，尊重主办方吧，家人们啊。尊重主播，下我看下一位，下两位是谁？我看下两位谁家吗？啊，咱先把狗狗放起来。哎，等会儿的啊，这咱们先看是谁吧。咱先揭晓一下子，家们，揭晓这组是谁？这组是三元淘汰的，家们啊，迷糊胜利了啊，小迷糊胜利了啊。一会儿他们三个胜利的还会进行啊，家们还会进行淘汰赛。这是谁？虎妞，家们 H。虎妞和谁一组呢？他如果跟老四一组的话就危险了，家人们啊。我不希望虎妞跟老四一组。啊。买狗粮太难了。家人们你们问客服。家人们啊，狗粮在第九个链接，大伙问客服。客服你在不在，客服啊？这谁呀？四哥真么跟四哥一伙儿，真是跟四哥一伙儿，家们啊，发货老快了，我拍的都到了。四哥跟腐妞一伙儿啊，家们啊，这组可想而知了，老大和小石榴一伙儿，老大和小石榴一伙儿，可想而知了，家们，不能换，不能换，家们啊，咱是抓阄出来的。这是抓阄出来的啊，终于等到我四哥了。接下来欢迎我四哥登场啊，家人们啊。
三怪来，三怪来，三怪已经输了，家人们啊，三怪见，三怪见。啊，三怪输了啊。你又赢了，你又回，你又上你的胜利的，上你胜利的，你又来，进入你胜利的城堡，接下来。欢迎虎妞以及我四哥，四哥出来，四哥，虎妞，虎妞，你稳着点，老师咬你了。抗议不行啊，抗议不行啊，让三文俊输了，家人们啊，三文俊输了。要你要那么说的话，就对别的狗该不公平了啊！淘汰谁，我的心里都不一劲儿。一个迷糊啊！哎呦，这不要！你老实点，你老实点，过来。虎妞第一名，那反正虎妞现在早就吃完了，该说不说的啊，虎妞吃的东西真快呀，家人啊，啊，该说不说，虎妞二段，虎妞吃东西真快呀，三局两胜，家人们啊，三局两胜，老四还有两把机会，如果后面两把机会老四能赢。这家伙虎妞是，家伙虎妞是奔鸡腿去的，我他妈一瞅啊，家人们啊，是不是？第一名奖励鸡腿啊，家人们啊，第一名奖励鸡腿啊，这虎妞是奔鸡腿去的吗？这不是？啊？虎妞知道咋回事啊？今天呢，他聪明了，啊？来啊，家人们啊，来！接下来咱们第二把，家人们，接下来咱第二把，鸡腿是三月的，三月已经被淘汰了，家人们啊，来，来来来来，虎妞，虎妞坐这来，坐这来，坐这来，好了啊，虎妞，三月已经被淘汰了啊，第二把，第二局，咱们咱看第二局谁能赢，欢迎虎妞。
咱家这款蜂蜜 47.5 两斤，家人们啊， 47.5 两斤啊，89米4斤蜂蜜，家人们啊，89米4斤百花蜜，家人们啊，不加水不加糖啊，肯定是不加水不加糖的好蜂蜜，家人们啊，来来来，哎，过来了，过来，老哥来，来，你这边来，走，第二瓶啊，四哥就得加油了，孙子啊，你再把这四哥就跟积水无缘了。咱们开始第二局，看第二局谁能赢。老师，那你好好的，老师，你们能振作起来吗？四哥，你以前吃的还第一名，老刘。立正，预备，一、二，副将，回去，坐会儿来，上场后一圈。家人们，是不是一块吃没的啊？是不是一块吃没的？鼠妞，这把是不是平局？我这有意思了啊，家人们啊，我四哥这把跟鼠妞竟然玩成了一个平局啊！我真是夫妻呀，家人们啊！我四哥跟斧妞他俩果真都是奔鸡腿来的啊！第一名，咱们今天会奖励鸡腿吃啊！哎，谁听懂了？他们几个听懂了？今天谁第一名，给谁奖励鸡腿吃？接下来，家人们还剩最后一把决胜局，老铁们，最后一把决胜局啊！老师快一秒，没有家人们，我觉得他俩都是平局，家人们。我因为刚才我看着他是平局啊，好不好啊，老铁们啊，我看着是平局啊，来来，辅助过来，老师来过来，来来，换位置，换位置，来换位置，来坐好了，来来来，坐，哎呀，怎么这么冷，老实的啊，要扣分了，我第三局。家人们，我给大家伙吃的这个销售饼干，老铁们啊，你们想买销售饼干的？咱销售饼干现在有活动啊，让客户给大家整个活动，客户这边饼干上车，销售饼干啊，可以给狗出口罩的啊，销售饼干这一包才合到9.99元，一包220克，老多了，220克，
就花九毛钱，销售小馒头家老多了。等会儿呢啊，家人们，来，老四，来，坐好了，坐啊！狗狗嘎嘎喜欢吃家了，那销售小馒头，狗狗嘎嘎喜欢吃，不知道。腐牛第一名，家人们啊，腐牛第一名，老四为啥不是第一名呢？老四剩了俩，老四剩了俩，腐牛第一名，好吧，接下来咱们有请下一组，腐牛把这俩吃了的，腐牛来，腐牛这俩吃了的，这俩吃了的，这个。啊，来，接下来有请咱家老大和小石榴家们啊，有请了小石榴来，斧头进去来，斧头进，石榴出，好，老四进，老大出，好，来，家人们，你们有需要小馒头的啊，这小馒头挺好的，家人们啊，咱家这个叫消臭小馒头，家人们啊，消臭小馒头啊，它可以帮助狗狗除口臭啊，添加茶多酚成分。也可以降低狗狗排泄物的异味，家人们啊，里边添加茶多酚，有益于降低狗狗排泄物异味，看了吗，家人们？啊，一包是220克，家人们，19.9块钱两包，19.9块钱两包，家人们啊，一包是220克，总共是440克小馒头啊，狗都嘎嘎喜欢吃，家人们，这个腐牛犯规，腐牛没犯规，家人们。腐牛没犯规啊，老铁们。老四媳妇赢了，对，腐牛真没犯规，家人们啊。来，老大来，过来，家人们啊，来，接下来，老大和小石榴他们俩，我会老大肯定赢。来，来，大哥，好，石榴这样啊 ，OK。OK， 对吧？石榴哥，小石榴有没有赢的可能呢？家人们，小石榴首先他吃东西慢啊，小石榴有没有赢的可能呢？也有啊，怎么才能赢呢？老大吃串门了，你是小馒头家的，就是小馒头狗狗特别喜欢。一包里边大概得有多少个呀？一包里边有100多个，100多粒啊，是否命好，狗子喜欢吃消臭的，知道吗？口臭啥都能吃，这个狗有口臭啊，拉的便便特别臭，知道吗？啊，排着便，小便、大便、小便都特别臭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可以吃这个消臭小饼干、小馒头，19.9块钱两包，好。他俩不是一个段，坐起来，好，各就各位，预备，一。
老大，后面拉四个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龟兔赛跑吧，老铁们。这就是传说中的龟兔赛跑啊！哎呀，我不服不行啊！要刚才还问你们呢，小石榴有没有赢的胜算呢，家人们？啊，小石榴有没有赢的可能啊？啊，小石榴赢了，这组就算了吧。啊，再来一遍，家人们，再来一遍啊！三局咱们两胜啊！三局。输给小太平了，这么大体格子没有太平的输。规矩没法明白，是不是家人们？规矩没法明白。来啊，咱就让老大趴着啊，他愿意趴着就趴着啊。这组不着急吃，来，预备，一、二。老大赢了，还得进行第三把，家还最后一把啊！老大这把赢了啊，家人们，这把老大赢了啊，看不着，咱们还得进行第三把。老大这把没翻车，家人们，这把没翻车。啊，小石的确是慢了，家人们，小石有没有胜的可能呢？家人们也有。如果老大再吃串行，如果我们家老大再吃串行，家人们下。即将赢的将是我们家小石榴，家们啊，咱家的销售小馒头，家们啊，家们你们家里有狗狗的啊，想买销售小馒头的啊，这一包220克，9.9块啊，一包229.9块，19.9块两包，家们啊，19.9两包销售小馒头，里边添加茶多酚，可以降低狗狗排泄物的异味啊，降低狗狗排泄物异味，来啊，来最后一把，咱们最后一局。定胜负，最后一局定胜负，来，老大来，换位置吧，换位置来，这边来，啊，不知道，来吧 ，OK， 朱德，最后一局啊，咱们拭目以待。销售小馒头19.9块两包，来，预备，老大你坐直了，你别吃串行了，大哥。你吃串行可丢人了，大哥啊！来坐好了啊，别吃串行了啊！我特意给他纠正一下子啊。一、二、三，完了！石榴赢了，老大又落下了。你说他又犯这毛病了，你看看，又落下三个。老大，你后面三个落下了。毋庸置疑吧，家人们，是不是还是小石榴赢了？对不对？那老大多好的机会啊，家人们，老大多好的机会啊，在自己手里头给丢了，
辣白菜没有了，家人们，辣白菜现在没有了，有酸菜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想买酸菜的话，酸菜拍一发五包，总共五斤酸菜了，家人们，一共五斤酸菜啊。接下来，家人们啊，是迷糊赢了啊，虎妞赢了啊，老大赢，那个石榴赢了，石榴赢了，家人们，你们想看他们三个一块比，还是想看他们啊，家人们，咱让他们一块比吧。行不行？一块比，咱分个先后，行吗？石榴赢了，家们啊，石榴啊，石榴、腐妞以及迷糊，石榴、腐妞、迷糊，啊，老四一块，老四淘汰了，老铁们都被淘汰了，老四淘汰了，家们，啊，俩俩比，我觉得仨仨仨比行不行吗？三个三个比。三个三个比啊，然后呢让 Simon 和老四和 Simon 老四和老大，那他们仨比比试一把，倒数第三名是谁啊，石榴迷糊啊以及腐妞，他们比正数第三名是谁，是不是今天都是弱者赢了，你也不能是弱者，一起好排名，就一把啊，家人们，咱就玩一把啊，咱就玩一把，看谁快，行吧？我这回少放几个零食，家人们啊，少放几个零食。我估计石榴肯定不能第一名，我估计肯定是腐妞第一名，家人们，肯定是腐妞第一名，都不用比，腐妞和迷糊和石榴他们仨玩，你们觉得谁能拿第一名？家人们，你们说谁能拿第一名？啊？老大姐，老大姐，老大来。老姐，老四，老姐，石榴，迷糊，虎妞，肯定的呀，大漂亮第一名，大漂亮也被淘汰了，老姐们，我们家老大已经被淘汰了，家人们。酸菜拍一发五斤啊，家人们啊，酸菜没有了吧？腐妞过来，酸菜应该是没有了，家人们啊，发五斤酸菜啊。好了，老四，哎呀，谁他妈能叫我？我是真服了。好了，啊，不对啊，我剩五个啊，家人们，走到这儿掐好了啊。小石榴肯定赢不了，咱还整个球。你睁短了看不出来谁赢，是不是？睁短了看，看不出来谁赢。
怎么了？太密了，不密不密不密，跟刚才一样，家人们，跟刚才是一样的啊。等会儿不是着急啊，小斧子已经做好准备了啊。你们看谁能赢，家人们？预备，回家，一。回去回去回去，从哪儿从哪儿回去，大哥，你是你知道吗？你进去啊，大哥，这是这是这里造那怕我不给你接水吃咋的啊？闺女们，你是真行啊！闺女是真厉害呀！这家伙一顿吃，那嘴给你叨的那叭叭的啊！我直接喊三个了啊！我不喊了，我直接一三。好，坐好了，坐好了，准备坐好了，明月未来，好啊，直接一三啊！小虎子今天肯定是给他鸡腿了啊！预备，一、三，一个不落，小虎牛吃的一个不落。福州今天第一名，家人们，福州今天第一名是，谢谢你们，咱给福州讲那个鸡腿，这鸡骨子能吃不？说没事儿，家人们，这鸡骨子不吃，嗯。大狗应该没事是不？为什么赛文就一局淘汰了？赛文玩了三局，家们，赛文玩的是三局。少吃点，没事，都给他吃的。咱不能说应该给行，虎妞赢了你就给小虎妞少吃点，家们啊，不能啊，咱必须都给他啊。我把中间大骨，中间这根骨头找出来。不咸，老铁们，咱不天天吃这玩意儿，是不是？他不是天天吃，你要天天吃肯定不行啊。然后小石榴和小迷糊他俩一人一个罐头啊，咱不能玩赖，知道吗？啊，咱不能因为腐妞赢了咱玩个赖，一点盐没关系。对，没事啊，狗不能总吃盐，但是他吃盐是没有问题的，知道吧？吃盐是没有问题的啊，欢迎大家伙啊。来，我给迷糊他俩讲那罐头吃，迷糊小石头他俩讲那罐头吃，啊，他俩一人一个罐头，啊，迷糊的，啊，这石榴的，不能玩赖啊，家人们啊。一码是一码，小牛第二名，小石头第三名，家人们，腐牛第一名，小石头第三名，小牛第二名，啊，是不是？骨头没给，骨头撇了，这里没有骨头了，这里头没有骨头了，坐下了，坐好了，来，坐好了，坐好了。
过来，在这等着来，过来等着来，过来等着，过来等着，来，五娘，过来坐，我们你坐下来，你给我坐这儿，不许动，不许动啊，不能动，不能动，不许动。不许动啊！不许动 ！no no no！ 自己吃自己的啊！这名字在这儿呢，自己吃自己的啊！啊，家人们，咱奖励安排上了啊！虎妞第一名吃鸡腿，一、三，来，给我吃这个来。哎呀，这虎妞带劲了，家人们。我们今晚可带劲了，吃个大鸡腿。吃太快了。哎，我回去，你可别跟小明哥他俩抢啊。这家伙这干吃没够啊。这腐牛这干吃没够啊，这小明哥他俩吃的慢。这家伙小石这腐牛就想跟他俩抢。还想吃还想吃啊，没够。吃啥啥不剩，吃啥啥不剩的回去。哎，咱们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，这个词儿是干啥用的，家人们？这个词儿是干什么用的啊？咱家这个酸菜家们啊，酸菜拍一发五斤啊，酸菜拍一发五斤，好朋友们啊，待会儿有需要酸菜的啊，想买酸菜好朋友们，埋汰人呢，酸菜拍一发五斤，20.09，家们合到4块多一斤啊，家们，咱家东北大酸菜合到4块多一斤啊，形容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。啊！怎么样？一口干没。接下来，这样家们，接下来咱们欢迎啊，欢迎 Seven 和老大，还有那个老四家们啊。你们知道他们三个的奖励是什么家吗？啊，谁拿第一名谁奖励罐头啊，后两名奖励俩馒头。啊，家们啊。看看一会儿看谁吃馒头，来，来进来吧，站出来，来，站出来，来，明华石亮，这过来进来，石进去，进，来，老四老大啊，感觉老四老大，老四肯定吃，我感觉家们啊，我感觉老四肯定。啊，三文吃罐头。家人们，你要说让三文吃罐头咱就不比了。家人们，你们如果想让三文吃罐头咱就不比了。没有比这个必要了。你们觉得比不比，家人们啊，对不对？都让给三文吃呗，没必要了，比一下。虽然老大没了，老大我估计家老大肯定是吃不上罐头，老大肯定也吃馒头。比啊。老大肯定要吃馒头的。但也不一定啊，家人们啊，如果他们吃串行了都不一定。啊。咱家东北大酸菜拍一发五斤啊，家人们啊，拍一发五斤。啊。在外面，家人们你们看在外面买的酸菜都是6-7块钱一斤。6-7块钱一斤，咱家这个酸菜合到4块多一斤，包邮到家，4块多一斤包邮到家啊，家人们。虽然说现在有很多地区发不了货啊，家人们，但是呢，等能发货的时候都给大伙发啊。咱家土豆粉第三个链接，家人们，喜欢吃土豆粉的好朋友们啊，喜欢吃土豆粉的好朋友们，大伙可以拍单土豆粉、土豆粉子啊，有喜欢吃的好朋友们可以拍单，公平要比 ，OK， 咱比一下子啊。
土豆粉儿，土豆粉儿，明天也能发货，家人们啊，土豆粉儿啊，明天可以发货啊，28。客服，明天是不是可以发货？明天能发货吗？客服，明天能发货吗？客服，28.9，6包土豆粉儿，家人们啊，吃过咱家土豆粉儿都说咱家土豆粉好了，姐们。啊，拍了哈尔滨能发吧？哈尔滨够呛啊，老铁们，理论可以啊。那怎么理论可以？就没通知呗。过来，老杜这边来，老杜第一位去。好，三位中间，老大来这边，老大来这边，老大这边，老大这边，老大这边，再过来，三位中间，坐好了，弄啊，弄。你们可以老实点啊！你们仨不一定才能赢啊！我都说了，哎，你们三个不一定才能赢啊！咱们拭目以待，家人们，他们三个比赛有意思。老铁们，这是我们三个，这是我们家最厉害的三个宝贝。这是我们家最厉害的三个宝贝，曾经很厉害啊，家人们。但是三位。老四也吃不动了，三位也吃不动了，老大也吃不动了。我觉得老四肯定能，老四肯定赢。老四不赢的话，真的家人们，老四不赢的话，我这香蕉饼干，我一会儿吧。啊，别瞎说，一会儿整不好，我还得被惩罚。这小饼干呢，家人们，小饼干最少，它得有200多个，啊，最少200多个。你看它玩多长时间，一包没玩完呢。啊，一二三，9个，最少200多个，家人们，小饼干。来，土豆粉子，拍一发3包。拍一发6包啊，1包360克，嘎嘎好吃，家人们啊，放心拍咱家土豆粉就完了，咱家土豆粉不好吃就给我退回来，家人们啊，我就敢给你们保证，咱家土豆粉嘎嘎好吃，非常好吃的土豆粉，家人们啊，来，坐下来，老大来，老大坐来，老大坐下来，第一名吃罐头，后两名吃馒头。预备，3。三，你这边剩一个。三位赢了，三位赢了。他们三个怎么爱落下呢？唉，毋庸置疑了，家人们啊，给三位奖励罐头吃。这家是馒头给老大他们俩吃的，啊？已经淘汰了，不用重来，家人们，已经淘汰了啊。不用重来啊，三位肯定是第一名了，家人们啊，三位也是理所应当吃了一个罐头，家人们，三位也是理所应当的吃一个罐头啊，再见，老子出来，老子出来，老子来啊，不准动，给三位的啊。不用啊！就刚才给三位的啊，剩下老四他俩一人一个馒头，老铁们啊，咱见证他俩吃馒头吧，啥也不说了，见证我四哥他们俩吃馒头吧。
来，就让我四个菜吃馒头，来，一人一个，一人一口，一人一口，你一口我一口，你俩他妈整个倒数第一，你瞅瞅啊！四哥，你吃馒头不？操！没想到我四哥吃馒头这么香。哎呀，四哥今晚吃馒头啊！啊，没想到我四哥吃馒头都这么香啊！啊，这姐弟，老大可高兴了啊！完了，老大没吃，老四没吃饱，他把那碗饭抢，把那抢跑了。四哥等吃罐头了，给四哥吃罐头呗。没有干的，不讲啊。再一个，家人们啊，咱按套路出牌，对不对？你本身你第一名、第二名、第三名，咱都整好的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你要这么整的话，咱以后在直播间游戏没法玩了。游戏归游戏，咱事后给归事后给，知道吧？啊，老四赢了，为什么不给老四？老给老四了，姐你后进来的吧？我刚才不奖励给老四一个馒头吗？香不香？香不香？老四他俩笑着呢啊。老四他俩都替妈妈吃，你没发现不见吗？老四妈妈落下一个，妈妈落下一个让老四给吃了。然后呢老大呢他不吃自己的那一排，他吃三月那一排。是不是家人们？老四吃三月那一排。老大吃的也是三月那一排。对不对？这足以证明，足以证明老四和老大他俩绝对是孝顺啊，家人们啊。啊，你们娘俩也出来吧。哎，你们娘俩也出来吧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应该奖励笑。好啦，明儿，操你个臭骨，明儿干的。偷我骨头是不是？没有九十五元充一百块钱，没有那个家伙，没有九十五元充一百块钱费，现在有吗？家人们，现在有吗？看我这冰箱，家人们，看这冰箱什么牌子的，有没有认识的？有没有认识的家人们？谁翻东西呢？啊？谁翻东西呢？嗯，欢迎来到咱直播间啊，老铁们啊，咱们点点亮，有没有认识的家人们？嗯，资本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等会儿，老大过来，不是索尼的，不是索尼的。那个牌你们都不认识家吗？啊？还有不是那个牌子的家吗？那不是那个什么的吗？三洋的吗？没看清。
三阳的三阳。来，欢迎大伙走进我们直播间啊，家人们啊，咱们点点亮。白皙，咱们点一点。那吃饭吃饭。狗粮，我先拿狗粮去。那也没有水了呢。对 ，SANVO 三阳那家子，过来来，过来来，老物件那个是，那是老物件了。洗碗巾没有了，老铁们，那个洗碗巾没有了。早就卖完了洗碗巾。楼下他们找过你吗？给我保叫唤，找过，找过，让两棒子给打回去了。过来，过来，来。咱家那个土豆粉，家人们啊，有需要土豆粉的好宝宝啊，咱可以拍张土豆粉。咱家土豆粉，家人们啊，拍一发六包，拍一发六包，感谢大家。天天年年天天的我深深看你的脸，啊，这一顿饭得5-6斤，5-6斤粮，加小白菜，是不是看不着？加你们是不是看不见？你们得这么瞅是吧？要不我把这手机支架放这儿，家们，我放这块儿。我这下吃高点儿，摇起来啊！哎，
这会儿是不是也得劲儿，家吧？这会儿，啊，是不是也得劲儿多了？三万，哎，算好了，坐好了，开饭了啊！我洗手去啊，不能动。这如果有人给我把着手机就好了，知道吗？咱家就差个人跟我一块直播。我说啊，紧凑点呗，得紧凑点啊。老四。白菜，昨天没吃菜，今天吃点白菜。不能动，咱坐下，坐下，坐。坐下，哎，好。今天还是咱们还是宅肉吃的啊。你咋不让你喜欢你直播呢？坐下，再坐。因为吧，我不想让我媳妇熬夜了，你说熬夜不好，跟我不一样。哎，小妙师，哎，咱们看辅助适合在边上，呀，辅助适合在那个边上，他老是挤在中间，是不是？三个坐，哎，你们看看，辅助适合在那边这个边上。三个，你坐，坐下，坐，趴下，三个趴下。坐下，三个坐。好了，别着急，都有啊。别着急啊，都有。手撕的。
刀切的没有手撕的腥，王家妈。嗯，我非常愿意跟我家狗手撕啊，我都不嫌麻烦，家妈，你看你们看着还嫌麻烦，对不对？我都不嫌麻烦，哎，我每天我都这么撕。其实你光撕这玩意没有意思啊，家长总撕这东西啊，啊，撕的闹心，嗯，就这还哎，三哥，三哥，坐，坐，啊，这今天肉是猪猪肉煮的香了。明白吧，明白，三万，哥，小亮，老四，老四来，明白，明白，好，你懂啊，我再把它给包子啊，不许闹，谁闹不许闹，我给包子吃个，我给包子送你，不许吃，坐下，坐好了，不能闹，听我口令啊，我说转移咱才能转移，我没说转移，谁都不准转移，听明白吗？我都跑了呢。来，坐下，坐下。坐好了，都跑，你都快不跑啊？闹！哎呀，我对啊，那咱也搞别的不行，就排队啥的，肯定。排队是真厉害呀！哎哎哎！我再坐起来，稍微拌一下了啊。拌均匀一点啊。挺多啊，家们，现在拌的挺多，你看。今天晚上是六斤多的啊，就吃了六斤多的啊，加上三斤肉，加上一斤菜，老铁们，总共是十斤呢。啊，咱家六条狗，这一顿饭能吃十斤。算了算了，三岁。对，老师小亮哥，小亮哥，好了，弄，别动啊！老四的，老大的，不许吃串肠了啊！啊！OK 了，不许吃串肠了啊！预备，一。少一个盆儿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少一个盆儿，少什么盆儿？这不正好吗？啊？这些盆儿正好的，虎妞，不是吃自己的盆儿，虎妞，吃自己的。虎妞吃自己的。
他妈吃自己的，吃自己的牌。你看老四，你看我四哥吃多快。老大吃自己的牌，你看又换盆了，又换盆了，你瞧瞧。家人们，咱家这款狗粮啊，你们想买狗粮可以拍着咱家这狗粮啊，家人们。咱家这款狗粮，狗狗特别喜欢吃，家人们，冻干蛋黄、冻干鸡肉粒啊，肉松啥都有，四拼粮，家人们，老好了。这款狗粮含肉量还高，家人们，四拼粮，训的狗都不听话，咱家狗肯定都老听话了，家人们，咱狗肯定老听话了啊。咱家狗多，知道吧，老铁们，这样已经算是很听话了，啊。你这粉着都能造，造完一盆又一盆，吃完一盆又一盆，粉着本身就吃。三元说：“你别吃了，你可别吃了。”三元说：“你可别吃了，我感觉三元好像就冲粉着叫唤呢。”啊！三元说：“你太他妈能吃了，你太能吃了你。”啊！三元说：“粉妞，你太能吃了，这孩子。”为什么腐牛饭会转圈？不知道，他吃饭着急，知道吧？他顶，他用鼻子顶，他吃饭着急。啊 ，seven， 腐牛，他一着急，他不就转圈吗？老铁们，是不是？老四吃完了，四哥这干啥去了？四哥溜达呢，四哥溜达去了，吃完了，四哥吃饭最快，王四哥，公狗吃饭都快是吧？你看，一点都不剩家们，三元太霸道了。三元看着这个盆儿，还寻思那个盆儿。老四啊，四哥你不吃了，四哥你吃饱了，四哥，哎呀，四哥吃饱了，四哥肚子都起来了。四哥吃饭快，三想吃两盆儿。让腐牛还吃呢，你看腐牛是不是能吃家吗？你看腐牛吃完那个盆儿，吃上面这个盆儿，腐牛真能吃，真能造，老铁们，腐牛体格真沉呐，他体格真沉，三元别吃了，别吃了，我说三元冲谁叫唤呢？原来这一晚上啊，俺家三元一直冲腐牛叫，他一直冲腐牛叫，是不是？又上那边吃去了，腐牛上那边吃去了。三爷又生气了，又生气了，看到？三爷一看到斧头就来气，啊，家人们看到？三爷一看斧头就来气。四哥你不吃了，吃点，四哥来，四哥你把这吃了，四哥来，把你媳妇盆里的东西吃了，四哥来，过来来，老师你过来，把你媳妇盆里的东西吃了的，这是你媳妇剩的，四哥你看看，你不嫌弃你媳妇吧，老师啊？啊，四哥说不嫌弃我媳妇，啊，我媳妇剩的我肯定给她造了她，啊，我四哥说我媳妇剩的我肯定给她造了的，四哥还有，哎，你看四哥多听话，家人们，你看，我四哥一点不嫌弃他媳妇。铁们，还有，刷干净的，把你媳妇碗刷干净，不能剩东西啊！
啊，还有一地儿，老师还有一地儿这里头，老师还有一地儿，看着吗？哎哎，没了没了，这碗刷干净了，算是是不是？老师慢悠悠的，啊。慢悠悠的，四哥。欢迎大家伙儿加盟啊！大家伙儿有需要木耳的好朋友们啊，第五个链接，东北黑木耳啊，47.9块一斤，20.09块，180克，20.09块，47.9一斤啊！咱东北黑木耳家人们啊，非常好的木耳啊，咱那木耳卖的便宜啊，家人们，非常便宜的木耳，老好了啊。他们一天吃多少斤狗粮？咱那狗一天吃10多斤吧，10多斤粮，家人们，一天咱家这些狗加一块10多斤狗粮，反正一个狗场长了2个胃，10多斤狗粮，他们一天。四哥拍段子搞笑，我看我四哥今天拍段热门热门热门啊，我看看家人们，今天我四哥拍的段子热门热门。哎呀，可干净了！看这盆里的，吃的一点不剩，狗粮一点不剩，肉一点不剩，菜一点不剩。狗端一下，咱还不卖狗啊！我天妈，咱也不卖狗。家人们，你们没给咱家段子点那个双击的，家人们啊，给三羊爹那个段子，今天晚上拍我四哥那个段子，大家给我点，大家伙给点个双击。我四哥今晚拍段老交效了，家人们看着啊。今天问问你四哥啊，你看那个。咱家这边有个烧鸡大鸡腿啊，四哥，这边还有个馒头，老师你告诉老爷你喜欢吃哪个，老师喜欢吃哪个，老师你好，啊，四哥这边有鸡腿吗，四哥你喜欢吃哪个，老师喜欢吃哪个，四哥你确定吗，老师你确定吗，四哥你确定想吃馒头吗，想吃馒头啊，那为啥不吃鸡腿呢，四哥为啥不吃鸡腿呢，啊，哎呦我的妈，老师啊，来今天问问你，咱这段子家人们啊，咱这段子纯是纯是天然的拍出来的，家人们知道吧，咱这段子啊全是自然而然拍出来的啊，一点什么剪辑啥都没有，家人们，一点剪辑都没有。我发现现在网上有很多剪辑的段子非常多，老铁们，知道吗？明明狗办不到的事儿，狗办不到的事儿，它都能办到，老铁们，你们发现家人们，有很多段子，啊，狗狗明显它办不到，但是呢，它就能让狗狗办到。我感觉段子挺，不知道怎么整的。肯定是科技与狠活啊，涂大夫，我10月26号买的，因为我们这边口罩的原因到现在没发货呢，吃完了一点不剩，你点二十，天哪！给吓的，不着我不急，什么时候发疯再发货吧。老大，这个是有趣的。我说实话，老大，这个是有趣呀。最后那鸡腿谁吃了？腐妞吃了。最后咱那个鸡腿给腐妞吃了，家人们啊，因为腐妞赢了。今天晚上那个鸡腿给腐妞了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晚上赢家是谁？家人们，谁也没赢，老四也没赢，三也没赢，腐妞赢了。啊，俺们大腐妞赢了，家人们。赢的是腐妞，
拍段子，鸡腿，鸡腿让腐妞吃了，老铁们啊，给腐妞的，让人家腐妞吃的五饱六饱的。哎呀，腐妞跟老四玩上了哈，啊，腐妞跟我四哥玩，嗯，啊。人生风景在游走，家人们，你们有没有需要家里头买垃圾袋的？家人们啊，有需要垃圾袋的好朋友们啊，咱可以去买咱这个垃圾袋用一下，家人们可以买一下垃圾袋，垃圾袋挺好，19块9毛钱一百个，老铁们，9块9100个垃圾袋啊，我给大伙看一下子啊，这个垃圾袋，家人们。带驱蚊虫的垃圾袋，家人们，这个垃圾袋带驱蚊虫的垃圾袋啊，想象怎么这家看这么高啊，带驱蚊虫的垃圾袋，家人们，这个盒子啊，看着吗，特别香，有股香味，家人们啊，拍了啊，买了是吧，9块9100个，家人们，这100个垃圾袋啊，你看这里边是这种的，看见吗？这种桶状的啊，就这个是拆开的，看见吗？总共100只，老铁们啊，总共100只垃圾袋，它是一个桶状的啊，特别结实的，看啊，这个塑料袋儿，还有香味儿，看这个啊，这来除蚊的，除那什么驱蚊的、驱苍蝇的啊，不生虫子了。你看啊，特别结实这玩意儿啊，里边这里边你装挺多东西都没事儿，听到家吗？一瓶敌特冲剂，家吗？咱看啊，一瓶敌特冲剂是多少毫升？1000毫升吧。我往里放一个敌特冲剂，家吗？啊，你就敌特是1000毫升，这有2斤，家吗？这有2斤啊。我再放，家人们，我再放一个敌特除剂，就是4斤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我再放一瓶敌特除剂，就是4斤，看见没有？你往里面放4斤东西都没有事儿，啊！我再放一瓶蜂蜜，家人们，我再放一瓶蜂蜜，这瓶蜂蜜放里边多少斤了，家人们？是不是就已经6斤了，家人们，对不对？6斤了，看见没有？这里边装6斤都没有事儿，这里边至少还能再放4斤，哦，没有什么东西，没有可称量的东西了，老结实了，家人们，垃圾袋，看见没有？啊，而且我放这么长时间吧，它不漏，家人们，看看我把东西拿出去啊，把东西拿出去。它带的如果要是坏了的话，它就撑漏了啊，家人们看，它还没漏，你看家人们看，特别好，是不是？没漏吧，老铁们？啊，而且防水防漏水，家人们啊，这个啊，100个，9块9100个，真能装。9块9100个，家人们啊，这垃圾袋啊，可香了，有股香味儿，家人们，这个啊，带除蚊子呀、苍蝇啥的，家人们，不生虫子这个垃圾袋，啊，正好套在自己家的垃圾桶上，卫生间的马桶、卫生间的垃圾桶可以用，厨房的呀，啊，家人们啊，卧室的呀，垃圾桶啊，都能用这个垃圾袋，家人们啊，100个9块9毛钱，家人们，100个9块9，给是大的，我看有点小，不小啊，家人们。不小啊，啊，你家垃圾桶有头大吗？不小，口大，老铁们，这口多大？看看这口多大？你家垃圾桶肯定没有，肯定比这口小吧？对不对？这口多大呀？而且还深，这么深，你们看，这么深，够用这个啊！下单了，谢谢支持啊！9块9，加们100个，看见了，这个垃圾袋能干啥呢？家人们？啊，花香驱蚊虫，花香驱蚊虫，滴水不漏，啊，家人们啊，绝对的科技狠活，家人们看着啊，全新材料制作，家人们啊，科技狠活啊，家人们，我想知道科技狠活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？科技狠活是贬义词吧？但是这个东西绝对是科技狠活，老铁们，绝对是科技狠活。这用的东西，我觉得用的东西，如果套上科技狠活这个词儿，我感觉就是好东西。对不对？你吃的东西套上科技狠活就是不好的东西。9块9，啊，可结实了啊！我又买了一单，感谢支持家们啊！
感谢支持。啊，他这一卷一卷家的，他这一卷一卷的。啊，咱用的时候用一张咱抽出来一张，知道吧，就跟那保鲜膜一样，兄弟们。就跟保鲜膜一样，兄弟们。啊，咱直播间好多人都睡着了，家伙。非常方便啊，家人们，非常方便啊！9.9，100个，家人们，9.9往前100个啊！我估计这里边装十多斤东西，一点事儿没有，装十多斤东西啊！好，你看，这个就是装东西做实验啊，装东西做实验。啊、哦，挺结实的。行了，家们啊，100个啊，有需要的话咱可以去拍咱那个啊。可不是，睡了2小时了。你说你，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。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，可是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，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别再说。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，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，我想说话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，我忘不了你的时候你会不会来疼我，你知不知道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等到花儿也谢了哦，声音很好听，都这么晚了，邻居不会有意见吗？我跟你说，有意见的邻居他早就来了，家人们啊，剩下的邻居都是没有意见的啊，有意见的邻居他早就来了，老铁们，他不会说等到你快下播的时候才来，知道吗？啊。剩下这帮邻居都是没有意见的，家人们，知道吗？想找事儿的人，他早就来找事儿了；有意见的人早就来了。我家这头又疯了，啥是个头啊？你家这那边怎么的了，姐？你家那头啊？你家是哪儿的呀，姐？你家是哪儿的？我想知道。你是阳明的吗？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。大庆啊，我记得你说是牡丹江啊，你怎么总，我记得前天你跟我说的是牡丹江啊。大庆让葫芦，让葫芦的是不是啊？让葫芦，等着拿酒的人把它还给我。家人们，你们之前拍的那个裙带赛收没收到货？家人们，啊，我在牡丹江上过大学，是牡丹江大学吗？啊。这不是个美女吗？牡丹江上大学，是牡丹江大学吗？不是牡丹江大学，不可能啊！美女不可能上牡丹江大学啊！美女，你最少也得上牡丹江师范学院，是不是？家人们，你们裙带赛收到了是不是？我刚拍了裙带赛，感谢支持啊！今天裙带赛老好了，家人们，这裙带赛老好了。你们想买裙带赛的话，你们拍的啊！现在这么晚了，三兄弟也没啥可卖的，家人们，就裙带赛挺好，知道吗？家人们。裙带菜回家熬个汤啥的，涮个火锅啥挺好，家人们啊！裙带菜熬个汤啥的，涮个火锅啥的，老好的，家人们。
啊，我不是师范学院，我学的计算机，我不是学师范的，我学计算机。是啊，你计算机你在哪个学？你在哪个学校啊？你看家吗？裙带菜啊，一箱是五斤，家吗？18.8块，一箱五斤18.8块，家吗？啊，熬汤啥的挺好的啊，拌凉菜啥的，家吗？进直播间看美女了。18.8块下方小黄车第一个链接，五斤啊，咱们家五斤裙带菜带回家。我好久没来了，这房子是主播买的吗？好漂亮，杭州的房子是买的。我一搬个家你们就说我是买的房子，一搬家你们就说三元街买房子。家们你看三元街都现在都啥样了，买房子啊，首先咱卖货卖货不行，直播直播不行，对不对家们？拿啥买房子呀？咱也不是大主播，人气也不行。一个房子最少也得两百多个 W 家们。你们都感觉三元店可有钱了，老铁们。上哪有钱去呀，老铁们啊。我真希望像你们说的那样，家人们知道吗？每个人都在说这种爱情没有结果，我也知道你永远都不能够爱我，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，你却已经渐渐什么都不再说。我睡不着的时候会不会有人陪着我，我难过的时候会不会有人安慰我啊？不是好几个圈了吗？好几个圈都咬坏了，那个圈咬坏了，小明那个圈咬坏了啊。现在目前为止就老大的一个好圈儿，笼子上面有个好圈儿，剩下圈都咬坏了。三月最近怎么样？情绪咋？情绪挺好的，三月挺好的。俺三月没事儿，家们，你看三月一直在溜着呢，三月现在没事儿，看着。溜达玩呢，三月溜达玩呢，家们。咱们你们也想吃火锅的啊，自热小火锅，这个自热小火锅挺好，老铁们啊，而且非常好吃，味儿我跟你说，这个自热火锅这个味儿是真好吃，家人们啊。量吧，它虽然说不是那么特别多，家人们啊，一包是250克260克270克都有，但是火锅是真好吃，老铁们啊。我不知道你们吃没吃过咱家这个火锅，家人们啊，39.9块七盒啊，自热火锅39.9块7盒自热火锅，家人们啊，我想买但快递也进不来呀，谁到了家人们？你看咱现在吧，整的遍地都是那个口罩，老铁们，哪儿都去不了。指定好吃，家人们，指定好吃。这个，我土豆粉，这火锅都吃没了。前两天还有5-6包呢，我每天晚上造一包，自热小火锅，7盒。哎呀，又该遛狗了，家人们。三月已经开始遛自己了，你发现没，家人们？三月已经开始遛自己了，我们这静默了100天了。哎呀妈呀，姐，100天了，乌鲁木齐100天了，姐。这平房楼房，家们，楼房啊，门市房，老铁们，就是，嗯，我这晚上的时候没有人，晚上的时候楼下都没有人，这门市房啊，
不让住人，知道吗？但是呢，咱家楼上啊不一样啊。我会翻着袋，然后微笑，接着紧闭上眼。走了，集合了，快走了，咱出去了，快集合了。啊，家人们啊，咱们今晚直播就到这儿啊。三阳爹明天晚上10点之前9点半左右肯定会开播，我再也不像今天这么晚了，啊家们，我再也不像今天这么晚了，啊家人们，咱们不见不散，明天晚上不见不散，肯定早点直播，老铁们。三糊弄人，三收盆糊弄人了，现在他不愿收，你得给他好吃的。明天晚上早点直播啊，家人们啊，请大家伙互相转告，广而告之，拜拜。